手比圖啊！我做個十號嘅，呢個係尼利亞里。咁可能就即係啲入波都係靠呢兩個球員噶啦。係。左手邊嘅角球啊！留意咧就係五個紅衫嘅布防，誒呢邊有佢啊，倒地先喎，係咪有啲揈親塊面啊？盧易斯俾人應該塊面食咗下喎，咁睇睇有心定無意定還是其他啦，亦都要睇啲助理裁判會唔會睇到更多嘅嘢咧。係，如果係刻意批爭就當然會係紅牌啦嚇，但我哋而家都要睇慢鏡先。哦，大家鬥拉扯嘅時間，隻手發到啫。照計就未至於紅牌咁就嚇，但係腫曬，腫得好快喎又。再睇真啲，勞列斯呢邊，我隻手佢想發開勞列斯，因為勞列斯就有少少咧，就係你拉住佢。係啊，你拉住佢，咁人哋就諗住發開你，咁可能就啱就中咗咧，就眼窩嗰啲位置。但又真的腫得很快啊！咁啊，冇計噶啦！你踢緊波嘅時候充血啊嘛。嗯。佢覺得是打啦。勞列斯又覺得對手是刻意打下去嘅。咁啊，但是就冇 VR 啊，係咪？係。我哋就咁睇慢鏡又知啊，佢係想發開的時候就可能隻手隻撞係啊，個碰撞咧或者傷害性比預期中大咗咁樣啦。如果佢嗰下就勞力斯如果咁拉一拉佢咧，咁變咗佢離咗佢離咗身就唔會有咁嘅情況。嗯。咁啊，即係通常啲罰球都有啲咁嘅拉扯噶啦，即係冇計啦。應該啊，旁證都見到喐手噶啦，有動作啊，咁啊黃牌。黃色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好明顯佢隻眼真係腫咗，真係受到襲擊噶嘛，係咪先啊？巴拿達。咁啊！而家球例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，喐手就誒唔著數噶啦，肯定。嗱，亦都要沉住氣先，香港隊千祈唔好無謂地攞牌，唔好令到十六強有球員咧就突然間要停賽，大家都冇著數啊嚇！大家沉着應戰先。而家球證就選擇係黃牌警告呢邊咧，就隊長嘅十六號中堅咧就巴拿達嘅。咁啊！隊長就即係都勸自己個隊友集中精神比賽先啦，唔好嘈啦，過咗啦，已經事實噶，隻手真係打落去嘅。咁啊，慢鏡就睇。睇翻慢鏡，佢又真係一個係啊，好似出拳嗰只喎，佢又唔係純粹發開喎，我咁睇就。咁近就睇得清楚啲啊！係啊，我哋第一兩次慢鏡，我覺得係發開。如果頭先第三次慢鏡，佢就真係刺揼落去喎。如果咁樣。咁啊，呢另一個。黃牌又俾邊個咧？十號啊？係咪你拍你俾咗？咪頭先嗰下就俾巴拿達嘅嚇，咁啊跟住呢一下就唔知係俾你哋拍你啊，定係俾邊個啦？係，但我哋再三睇真啲個慢鏡，咁勞列斯嘅投訴有理喎，其實啊。哦，十號嘅。係。咁啊，頭先個鏡頭第一下嘅鏡頭太遠啦嚇。嗯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終於開到呢個角球先噶啦，哎呀，咁啊好彩啊，呢一個咧就巴拿達，如果球證睇得清楚你係有心出拳去質人嘅話咧，咁會係一個紅牌動作嚟嘅，其實就如果你用拳打襲擊咧，就真係黃牌就輕咗啲啦，咁啊，算係好彩啦嚇，印尼呢邊就，但係都三名強攞黃牌咯，講真。慣㗎啦，咁其實都好長四分鐘，好啦，去埋傑仔。依下就徐雲傑啊，咁樣偷到個波，自己推落去咧，推甩埋嘅，後邊仲有望接應，哎呀，連續兩下攔截啊！呢個波吹翻第一下嘅應該吹翻第一下嘅。咁啊，依一個波亦都係俾係安達拉嘅，咁啊，一見到徐雲傑嗰下咧。單刀的時間咧，佢個落腳咧就比較肉酸啊！嗱，依日睇得好靚啊，個波彈地嘅嚇，咁樣鏟落去，第一下鏟唔到波啊嘛，因為啊，咁啊，頭先啊再俾得益，咁啊第二下再嚟嘅時咧，迪馬斯就將個波鏟到，但係就吹翻轉頭啊！上半場印尼已經四面黃牌嘅啦嚇，安達拉係第四個球員係領到黃牌嘅。
上半場就終於完結了，但似乎火藥味咧就仲未降低嘅。尾段都好多事情發生啦，尤其是勞列斯被人執咗下拳嗰一下啦。咁啊，亦都見到就即係老大哥啊，列斯奧就出嚟勸自己嘅隊友啊。咁亦都好彩啦，巴拿達，我哋再三睇真啲慢鏡，就我哋覺得係要紅牌，如果咁就。咁上半場已經完咗噶啦，亦都希望大家要沉着應戰，唔好無謂地領牌。香港隊無論如何上半場領先嘅一方啊，都要睇睇慢鏡先。哦，大家鬥拉扯嘅時間，隻手發到啫。